大家好，这里是国飞瑞龙。那这次我们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外面一机难求的 iPhone 12 Pro 的开箱啦。那小编手上拿到这台，就是这次最火热的款式，太平洋蓝的 iPhone 12 Pro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的颜色是不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美丽动人呢？好，那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次盒装的部分。那这次盒装的话呢？它取消了随盒附赠的5瓦的豆腐头跟原厂耳机，取而代之的就是保留下来的是苹果信仰贴纸，还有一条 Type C to Lightning 的充电头哦。那看完盒装的部分，我们就带大家看回手机。那这次 iPhone 12 Pro 的话呢，它正面是搭载了一块6.1寸的Super Retina XDR 荧幕哦。那它这次的做工也非常的特殊，它是采用一块超瓷晶的一个玻璃哦。那据苹果官方所说，超瓷晶玻璃比一般的荧幕呢，拥有4倍的更耐刮、更耐冲击的这个强度哦。那看完正面之后呢，就带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边框哦。那它这次边框一样是采用这个医疗级不锈钢金属的一个边框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哦，不过上面已经沾到我的指纹了啊，不好意思。那看完边框之后，再带大家来看回它的背面。它背面的话，这次一样是采用这个不锈钢磨砂玻璃的金属机身哦。那背面的话，它一样是采用3组镜头，那包含了一颗广角镜头、一颗长焦镜头，还有一颗超广角镜头。那这次比较特别，就是它新增了一颗LiDAR 的雷达扫描仪哦。那这个 LiDAR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它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在夜拍方面啊，拥有更好的成像、更漂亮的一个照片，还有更快的对焦速度哦。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升级哦。那带大家来看完这次 iPhone 12 Pro 之后呢，也不免的话，来提一下我们目前的优惠啊。我们目前预购的话还是火热进行中哦。那这次我们推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优惠活动啊。那其中一项包含了这个月付2200元就可以预购 iPhone 12 Pro 的这个优惠哦。那这里面我们还会送你一个市值这边6000元的一个大礼包哦，包含了这些9H 的钢化玻璃贴啊、镜头贴，以及非常非常耐用的军规壳，还有无线充电板。那如果对 iPhone 12 Pro 有兴趣，还有对这些预购资讯有兴趣的朋友呢，都欢迎大家再来我们国飞瑞龙店做询问哦。那好，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大家拜拜。